Hello， 早安呐、啊。第一次自己试看看用部落格的方式，然后来自己拍、自己记录一些事情。啊，今天是2024年4月23号。那今天有件事情就是，台湾甲组棒球从月。就是现在变全月运动，然后今天是他们的目前的总教练江建民，然后会在国立体育大学的棒球场办一个退休。讲到退休这个我就蛮有感觉的哦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那个吴念庭来到回来台湾嘛，然后会先在全月这边打，然后之后可能会选秀进职棒。那第三件事情，就是来看我的老同事，全力冲刺黄恩赐教练。那他现在也在全月运动。那所以呢，这三件事情就激起了我今天这个热血棒球魂，然后来拍一下今天整个退休仪式，还有他们的比赛状况吧。那我们就 Let's go。这个球场上去都要走着楼梯了。直播组。他现在是9点多，所以他们现在在练习。等一下9点半会比赛。今天他们对手是台电。目前前几强的，在业余来讲的话，第一名就是合库嘛，台电。那全月现在都在前3。每天都有。现在要准备出赛了。错过比赛。裁判上场喽！这场比赛是在早上9点半开始。双方总教练交换攻守名单。全月先手。2比1。哎，恩赐代打，加油！哎，全力打1000。 放下工作、课业，那一言语只能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。那谢谢我的家人，在我最辛苦的时候成为我的避风港，也辛苦我太太常常当一个伪单亲的妈妈来照顾女儿。当我可以面对场上的所有的事情，谢谢教练长跟陈总们，谢谢你们对我都这么挺我、相信我。未来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更多的成绩。以前我的 hashtag 是梦想这条路跪着要走完，现在我会说梦想这条路要带着大家一起走完。过去我以选手的身份在球场上奋斗，现在开始我会以教练的身份开启新的篇章，再创不一样的里程碑。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先让我的空间。